嗯？什么？集体吃的？锅贴了。Yummy 买的。我整理的时候嘛，我在那边上厕所，在那边吃，吃一点。哇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因为托两位哥哥姐姐的福，别那么说，我去吃了。Oh my god！还叫得出姐姐吗？我年纪比你小哈。哎，别这样嘛，可以啊，只要是前辈都是姐姐。对对对，别忘了在演艺圈可是叫住口的。你要叫你，叫你这个大妈都行。成熟，大妈大姨都可以。好，这边玩进去啊。亚米，就何立轩对面。什么还降龙的？图啊 ，Live Boy， 很难闻的，很刺耳。刺鼻嘞，刺鼻嘞。就已经开始用地道的这个冰城味道，过了很多人的心。是男孩子的味道嘞。不知道他煮饭，对，本来讲要炒面的，后来煮饭。九十年代的，所以你看，这种就是功力了。OK， 我们不要说太多，等一下呢就把这些送餐券给你。没错，有两位朋友的箱可以。还有鱼啊，大家。答问题同时有机会可以获得餐券一百。不知道怎样煮饭。Thank you.
给你了，它比普通乳酸菌饮品少八倍的白糖，你大金没有那个葡萄的嘞，打造全方位健康。餐餐的就有了，比大金我也有买了餐餐的。想和客户再次取得联系，随时接触新的客户。我哪里知道？每个人喜欢啊，每个人像你一样啊，只吃那个。上百万公众推广您的业务，想让业务突飞猛进，现在正是好时机，帮助您和客户取得联系。即刻登录 reconnectrsvp.com 或拨6305-4098，让新传媒助您重振旗鼓。享受生活，感受音乐，全民的歌节在哪 ？Love 九七二陪你快乐生活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莲藕汤要放鸡肉。莲藕汤加鸡肉啊？莲藕汤要排骨才好喝吗？放一些排骨下去嘞。Thank you.
这边为什么会晒？好吃又吃的饱满，服务真材实料。好，我们先来介绍那天我们到底吃什么。这一段呢，搞错了。到了干，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三个人的照片了啊。这一段特别搞错。我们先来介绍，那天我们吃的，你看到这个吃槟城的美味的，一定少不了槟城拉萨。槟城拉萨，其实我太太蛮喜欢吃槟城拉萨，因为她喜欢那个酸味，酸味还有那个虾膏。虾膏的吗？哇，这边酱很足，那他妈辣！正啊，你的望后镜看到车后面的是看不到旁边的车的，我看不到啊，你看得到的。猪油渣的呢，香，再加上这个槟城炒粿条，哇，我跟你讲，哦，炒粿的，炒粿条，姐姐都不喜欢吃，炒粿条为什么有味道呢？你喜欢吃啊？你喜欢吃啊？妈妈讲，妈妈讲是吗？对，是吗？而且让他下次去，爸爸喜欢吃炒辣椒的嘞，妈妈都不会炒。再来呢，但是它有这个很有饱足感的虾枣啦，还有呢太子米粉炒粿条，这里哪两粒蛋液？就是我们可能因为什么？叫它打下去，它就有点像我们的炒大米粉，这样有点像，对，就煎的饼饼干，加鸡蛋，对吧？加鸡蛋，对，因为它脆脆，外面脆脆，然后里面是软软的。哦，这个也是比较便宜啊，最近要吃的一道这个 staple food。对，所以如果呢你是跟着家人一起去，有小孩子的话，他们一定喜欢那个虾枣，那虾枣呢很实在，好大哦，然后呢吃起来也非常爽口。还有加点甜酱啊 ，Oh my god， 小朋友，我跟你说，三五粒 no problem。刚刚已经把主食还有一些小吃呢交代了哈，那稍后呢我们就上大菜了。对，重量级来了，所以不要走开，继续锁定我们城管江苏麻辣棍，吃的就劲儿。尝一口美食 ，Love 972城管江苏麻辣锅，吃的就劲儿。
过来再吃。那里发生交通事故，CT 隧道往 SLE 在布格迪马路的入口处，第一条车道有汽车帮忙阻碍交通，请你小心留意。享受生活，步步跟着音乐，感觉真好。Love 九七二陪你快乐生活。选择5月13号前送货，还可享有免费送货服务。限时优惠只在 Chachi 的 ESR Beats Hub 华为 Norman 工厂直销店。